季节呢，大家呢都是非常的关注人祸的问题呀。叙利亚现在的整个社会啊，没有一天是平平静静的好日子，天天呢都可以看到了受苦难人。这个国家2300多万人口，三分之一呢都是在逃难中，还有呢这种的伤害神经系统等已经震惊了国际的，本来可以平平安安过日子，只是呢极少数人的心态不平衡，善良的老百姓、无辜的人民，那就是这样的长期受苦难，超过2年了啦，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得去呢？看得心里都很令人不忍心啊。但是呢，天灾却也是很令人触目惊心。在加州的优胜美地，这一场大火呢已经延烧2周了，已经动员了近5000位的消防人员呢投入扑灭，还是依然那火还是那样的大。所烧过的地方啊，是面积达到了888平方公里，还有看到了日本呢那样的核能危机啊，非常的高啊。这样的核能发电厂哦，它老出来哦，对土地啊，对海洋啊，污染很大。在看到的这样的龙卷风，在关东岐阜县呢，造成了很大的灾难。我们已经接到了日本的慈济人的回报信息哈，今天他们开始呢就要准备呢去看灾了。也看到了在斯里兰卡，还记得几年前啊，我们发现到了2位女孩童哦，她的脊椎啊侧弯非常的严重。那个时候看到了这么年轻的孩子啊，这样的侧弯着，那也都很令人不忍心，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把这2个孩子呢，就送到马来西亚开刀。回来的时候呢，都很好了。可是过后几年来呢，这孩子呢也在长大嘛，架在脊椎的梯啊，吼，那去会遭惊起啦。所以这一次呢，还是从斯里兰卡把这个孩子呢又送回到了马来西亚就医，同时呢还要再动手术。这都是呢爱的能量啊，已经呢从开始南亚海啸呢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继续的关怀，还是继续的陪伴的。我们医院里面现在也有2位呢跨国的医疗的案例，那一位是从印尼来的，2次的开刀把他的腿啊那削下来70多公斤，现在已经呢开始在恢复中嘛，让这一位19岁的孩子呢，让他能恢复到他年轻人未来的希望。还有一位是从厦门来的，这位小东啊，他呢
昨天也听到了陈院长陈英和荣誉院长，他还是呢跟我提起了他很好，而且呢已经呢几乎都可以站，可是呢还要希望再申请，因为这三个月的期间快到啊，虽然都开刀的都已经告一段落了，现在接下来呢还要有一段时间呢让他复健，要如何呢增加他站起来的力量，所以呢我们可能还要呢代替小东啊再申请延续三个月来做复健，让他增加力量的，这也都是呢跨海的个案，还有跨国际的个案，爱的能量不断的延续的在进行中。也看到了那我们在台湾的环保菩萨，他那样的用心啊，人生也曾经有过的迷茫颠倒过，转一个念头呢在沉迷中的人性的这样的弥漫的生活，他呢的消沉的人生现在呢已经啊心灵的灯光呢点亮了啦，他也为大地而付出，为人群而付出，这都是一个心念呐。还有的呢，看那样黄金地带的两平的这样 的土地，那就是黄金地段、酸椒地段，那就是呢珠宝店的门口，那提供给慈济人也已经呢几年啦。记得我两年多前呢我也去环保站去看过，也来到这个地方，那样大家呢积极呀，那收集来在这里所在有人呢要向这位老板呢租他的这个两平大的地方，他一直呢坚持不租，因为呢那是黄金地带啊，那要租金也是很高，可是他不租，他就要提供给慈济来做环保。像这个社区为什么会大家这么认同，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慈济上次是艾丽台风，因为我们有送便当嘛，大家都感受得到。那只是呢在哪一年的台风啊，慈济人送热食，所以那一餐的便当啊就能那样的感恩，而且呢这样的付出哦，好，这受人一顿饭啊就将心那个感恩感觉到人间很有很温馨，很有人情味啦。但是也有的人呢很令人比较感觉到灰心的，就你给他再好再多呢一旦有了利益啦，他就会蒙恩背义，这是现在人生最可怕的。所以刚刚提起了普天之下少数人的心态会造成了呢天下这么多的苦难事，大的事就是在国家里，小的事呢是在这个社会里，总是呢都是因为人心的不知足不感恩心啊，就会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呢是非多啊，所以呢常常就说大时代就要明是非啊，
真的，我们真正的要明大是非，在这样的大时代里，宏观天下，那温馨的是人做出来的，能转变他的人生，把黑暗变成了光明，把贫穷变成了富有，心灵的富有，那样的社会呢，那就是光明多了啦。如是如来来去自在。